QQ 的材质。看起来像什么泡沫？应该是泡沫。还有另外一根。它会飞起来吗？这还要什么健身器材？我突然站起来。还可以用纸哦。还可以退货，哇，这什么鬼？真好，是啊，快送一个单子，那这个。塞到一个盒子里面。嗨，胶带进来，胶在上面。这是你挑的？你说这是你挑的？快起来！电子壳。我的电子工具都走。你躺在台骨上面，这么虚，这感觉真，对你躺下来，这感觉真，这是什么压抑？压抑着你躺啊，这感觉不行，我湿湿的，我湿哒哒，躺下去就起不来，走啊，走这感觉很辛苦，你要把整骨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感觉很像整骨，因为很辛苦。这应该跟瓦盘锅卖那个，没有吧？这个什么鬼？没有啊！腰，你的腰在这里啊！真的是看压抑哦，我没有长那么高啊！没有，你要腰刚好是什么？感觉很赞。那我又不在地上，我整个人腾空了。对啊，你就要整个人飞起来。下一个，没有长这么高。再拍这个。这有脚垫的，有啊，哇，什么？你可以整个人飞起来。那你去那边拿刀割比较快，快刀。这边有点感觉靠近，还有刀。上桌上。我可以回家拿一下。你还坐在那个最脏的地方。谁？他就可以再洗一次澡。哦，我就要再洗澡，别紧张。是熊掌。熊掌是谁？熊掌。是神奇的东西。快点要打掉呀！我的那个是什么滤水器啊？你是滤水器吗？滤水器怎么样？滤芯啊。开始组装。你要挑战不要看松文机组装。应该可以。是吗？松文机在旁。那我把它烧了。哇！喷出的火花。什么？喷出的火花。这是什么新闻？你这个人喷出了，红茶快乐。
想要先从哪里走？应该先从轮子开始吧。等待打开一点。是这种感觉是吧？就是装完轮子把它。是这样吗？拿不出来。是这样吗？是某种乐器吗？天。哇，一体成型。天。中轮知道，过来了。那你可以不要中轮。地板就会烂掉。对啊，轮子。那你还不装？是使用暴力吗？可能不够暴力，看起来不太可行。啊，没有啊，你等下坐下去，它就会整个压下去了吧？是吗？可以压下去，但我压不上去。这是需要锤子的，是不是？它应该是使用暴力就可以，但不够暴力。是啊。压一压就好了。慢压。好，随便。可以先坐上去。这支全部都不用东西用，就把它插上去。对啊，就把它插上去。是插这个啦，不是这个。错误，步骤错误。是那一个。不用啊。要完全不看说明书乱动。对啊。先插上去就对了。完美。哦，这是什么机枪啊？太帅了吧！靠它是吧？现在就可以升高吗？升高是干嘛？喷射出来。现在那个才是升高的。对吗？对啊，看起来那个。然后就回不去了，白痴。你坐上去啊，你屁股。屁股是这样。这根是什么？要先把椅背装好，再装上去吗？我感觉，小姐把这两个拼起来再拼上去吗？我感觉都可以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它是个屁，就可以先拆下来。嗯，那我猜应该是这个先装上去，我们再放上来比较简单。是的，下一块可以。这是我全部都有，我这个手都有。那方向有差吗？那你喜欢哪一个方向？喜欢哪个方向是哪种？你喜欢这样吗？啊，等一下就会烂掉。哪一个是背面？那后面要从这个背着它。哦，那你这样，你是椅背，开始。我不知道哪个螺丝是哪个螺丝，那个是把那个螺丝盖起来的。开始。可以来挑螺丝。我猜不是这个。我猜是小的。我猜是这个。这个是这个。这肯定是这个。这个。应该是。这个又是什么什么？垫片呢？他为什么就只有三个？就只有三个。What？ 真的不看说明书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我就不要看说明书。这只是这个啊，这根本什么？那个太粗了，那应该是小的。那应该是。会啊。那你还要拿第一？你要拿第一？第一条。Thank you.
钟，下一步。下一步走。要要拿电动锁匙。要一个。这感觉要锁两年。锁到你死掉。我的电动锁匙在这哦。就是我的尺寸真的是刚好。差太多，很小个啦。我懒得去拿大的，可以直接用手手滑，反正应该只有最后面需要。可能用手手快，对吧？上面超卡。好了，搞定，下一步骤。完毕。下一步骤。直接炸开来。拇指受创。你整个人。你手掉下来。没有，好吧，就继续。本来就快挂。下一步骤。但你有什么？把丢地上。我觉得这脚病已经快结底了。哇，有一点油。你还摸它？这怎么那么油？笑。你可以把你的脚推出去。这怎么那么重？非常的金属。下面那一根超重，我卡上去。我跨不完。在前面。哇，你椅子坐好了。你可以坐下來。你要扶手吗？你就说超热啊，而且感觉还不错。我脚都湿了。是臭汗。但你也要洗澡了。啊，要洗澡，我还没洗。我要来试坐这个神奇椅子。然后就飘走了。可以降落。左边也是降落。刚刚是拉哪一边？哦，这个是这边。哦，是往下。这个是这边。你要去？我以为是往上。往上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？那通常不是往上吗？这个是往下。